半夜十一点四十，半夜十一点。阿公只要请个假，阿公想弄，伊讲伊在等伊洗衫，衫裤已经真久拢无洗，伊怎我阁无？我正想哩，我是我前先生。半夜十一点四十，我们的副市长跟我讲说：“啊，部长部长，我是不是可以请个假？”我们今天啊，十一点四十跟我们部长请假，半夜十一点四十，半夜十一点，他晚上要请个假。阿公想弄，伊讲伊在等伊洗衫，衫裤已经真久拢无洗。他是事务官呢，他十一点三跟我讲说要请假，伊讲要等伊洗衫。啊，今日是我头下想者要招恁讲啊，想我想者目屎有咩，有咩流落啊？其实他很辛苦，而且很尽责。所以今天晚上我就跟他讲说，今天晚上不开了啦。纵使今天案子很多，明天早上醒来再说吧。醒来再说吧。